据接近消息人士透露，智路建广联合体作为紫光集团本次成长的战略投资者，所提交的投资方案对资产估值最高，现金出资最多，达到600亿元，将全部用于向债权人清偿。清偿方案方面，债权人可在现金加股票加3年留债、现金加股票加5年留债以及现金加8年留债三种方案中任选一种。若一切顺利，三种清偿方案有望最终实现95%至100%的高质量清偿。